十分鐘唔到，仲要一個鐘五十分鐘啊！七點鐘落，七點鐘可以落船啊嘛。梗唔係啊，八點鐘啊。我係七點半食嘢啊。咁第一站，我而家上去，我上完出嚟先換衫。我掟啦。我上去影一陣，好快翻嚟。This one you go work out, huh?今天要七點鐘起身，上去吃早餐，因為你趕咗出去落船攞個 internet 撈嘢。一嚟到第十一層啦，係 out 出 outside 噶嘛，有一個 conservatory room 啊，唔知咩意思，係咪即係有太陽曬咁意思？咁有啲凳喺度，好靚啊真係，似架船，或者係咯。因為佢通玻璃噶嘛，等你啲人曬太陽啩。因為打 tennis 咧，再過少少就有個籃球場喎。佢話呢度十一樓食 breakfast， 所以我又喺翻 same floor 呢度。breakfast 係咩？咁你睇到而家個船仲行緊㗎。佢話第二頂層都可以睇到個海㗎，即係睇到個船行咗行岸咁。啲人喺度曬太陽咯。因為另外有個 rest area 啦，佢係 rest area 周到得係嘅。咁呢邊係船頭嚟嘅，都唔知係船頭船尾邊度，好應該係船頭喎。啊，呢個應該係船頭咯，上面有嗰啲拉花轉噶嘛。咁呢個酒吧對面有一個有嗰啲rest area 咯。呢個咪泳池咯，遠邊嗰度有兩個 hot tub 啊，咁呢度就係船頭咯。再在另外一邊就是籃球場，他說我們都未去，我們看看。這裡是很多那些 rest area 燈的嘛，這個還有一層上層，看到那邊上層走一下。我都是第一次上來，因為我要在這個門口下去，我的 location 很窄。你知道這麼多層啊，就十三層啊，這裡。回不去都有機會，問人家又魚了。嗱，呢個最頂層咯，呢最頂層係 MS area， 咁呢度睇到一個欄杆對住大海，好靚啊太陽 ，It's so nice，can't even see the end。而家係大概七點鐘，依個佢呢條時間啦，睇到靚啦呢度，嗱睇到碼頭，睇到好遠好多。慢岸啊，所以知道你可以拍船噶咯。而家系行得非常慢嘅感覺係，啞啞啞啞咁行，好慢。咁呢度係船頂，船上邊。佢嗰個 local 係 NCL 啊嘛，喺呢度見到陸地咯，所以知道就嚟可以埋到岸。而家仲行緊，舒服，真係好定嘅船都唔係。但係佢有時係 rough， 所以我唔知道。So nice。呢度有個 Ocean Drive Bar。我諗平時船攞嚟考你嘅，你游水。我佢哋都會落船玩嘅，我諗佢哋落船攞嗰個咩噶嘛？呢度食早餐啊，我哋係食緊早餐。種類多到嚇死你啊！我都費事影啊，多人。兩日停喺呢度。呢個島係咪 Mavi 啊？就係。兩日停呢度，我哋一陣咪晏啲落去，自己搭巴士周圍行下咯。咁聽日 hold 啲喺個船咯，就可以游下水嗰啲咁樣。前後都等到食呢個下邊就泳池咯。呢啲係 hot 呢個就係呢個 hot tub 有兩個 hot tub， 中間就泳池咯。呢個船頭定船尾啊？食嘢喺船尾。哦，呢個係船尾。我們現在出這個 Mavi 島玩落船，他上那些個船給那些 shuttle bus， 這裡就可以 call taxi 了，看你想去哪裡。這些就是 tour bus service 在這裡，因為一船有個 tour bus service 嘛。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Aloha， 就有這個字 Aloha welcome to Mavi。
你可以有個 shuttle bus service 啊。我咧就船頭，好多張相我哋可以影曬成架船，我哋喺呢度落船咯，落到嚟呢度咯。本來喺呢度搭巴士，而家 shuttle bus service 係 cancel 咗嘅，係冇嘅 ，OK。咁我哋而家行落去咯，唔緊要，咁好風景，個環境又咁好，咪行。喺呢度攞船，向呢邊，向呢邊行過去咁啊，個摩啫嘛。呢架船喺度會泊岸兩日噶，咁兩日你自己喺呢度玩咯，喺個貓園呢度玩。呢度我哋冇 John Tour， 係自由活動嘅。我哋而家行去個摩度。第一個站係貓兒摩，我入咗去行一陣再搭車第二個摩。都一樣啊，個個摩都係冇咩特別咯。而家等緊去呢度搭巴士 ，WiFi 啦嚇，我細路名喺度撳啦，一撳撳到。